这里，这里就是我摔下去的地方。我人就是挂在那个铁栏杆上面。我摔下去的时候还好，掉到那根栏杆里面，那边还有个洞，有看到吗？这个手指头这边看到吗？我人如果没有掉到那根栏杆的话，是再直接往下面去。我是自己掉下去的，还是你推我下去的？什么？你如果不爽，你就出现。我知道你们这边有9个，你什么推我下去那个？我们可以当好朋友吗？好吗？你说好吗？对，你可以跟我去拍片呢，好吗？你们还在这边吗？有，我请问你一个问题。这位是小马，我是死哥，请问我们两个哪一个比较帅？慢解除油，慢我给解。在这里的好兄弟，我有疑问想请问一下，你们刚刚摸马哥的手，你们也可以摸我的手吗？可以的话打叉，不行就打开。聊起就没了。可以啊。嗯。你们现在有几位在这边？5位以上打叉。5位以下打开，还是贵的5位以上吗？5位以上，好，我超久没有那么开心了。亚娜，亚。我们放在这边，那我们先冷静一下。荧幕被右移了，对不？我的讲啊，镜头会左右移动。我操，我的讲啊，我刚就说过了，还是那个的关系啊，我电器派给。我刚就说了，我跟你讲，镜头会左右移动，有可能是稳定器在平衡，有移吗？有移啊，有移啊，我跟你讲啊。
那我跟史哥都在前面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好，我跟史哥在前面，你帮我看一下会不会移动，好不好？你就要考了，有一点要考了，大家两人在这，不会动镜头吧？前面没错吧？在这边我们剩的几位朋友在吗？在的话帮我打叉，不在的话帮我打，不在的就不在。在，来打开。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的话打叉。OK， 回来。我想请问，我当初发生意外，跟你们有没有关系？如果跟你们有关系，帮我打叉。如果是我自己不小心打开，打开。OK， 麻烦回来一下。我想请问。我想请问，我受伤住，不，要递名一下。我想请问，我受伤住院的时候，看到的那个全身黑色的鬼，是你们之中其中一个吗？我连续两天看到那个穿黑衣服的女生，是的话，帮我打叉。不是的话，打开。是吗？好，谢谢你，回来。你是故意去医院让我看到你的吗？是的话，不要动；不是的话，打开。所以你是在探病的是吗？你是在探病的吗？是的话，打叉。不是的话，打开。不是。那，来回来。那我问你，你来医院找我，是不是想要来抓交替的？是的话，打开。不是的话，打叉。OK。OK。你看了吗？哦。你看了吗？我看了。我手都不会坐。真的假的？
您挂聊天室好多，就那啦。我看到啊。我右手都很背景呢。我看准备过一下。我不做好个哦。刚刚形容词被拨了一下，是你们不欢迎我吗？是的话打开，不是的话打叉。来，回来。欢迎你了。不欢迎你了。回来。所以你刚刚是要叫我们快走吗？是的话打叉，不是的话打开。哦，干你！哎，这里真的会这样可怕？可以上我的身吗？你可以上一下我的身吗？上我好吗？可以的话打开，不行的话打叉。不行，不行哦。嗯，我想请问你，当初我在医院看到的那个女生，你在这里吗？在这里的话，打开；不在的话，就打叉。可以跟我让我知道你现在在哪一个方向吗？是你现在指的这个方向吗？在我后面吗？是在史哥的肩膀上吗？靠边好，来，是刚刚你指那个方向，你就不要动，不是的话你就打开。高当，我想请问你，我当初摔下去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帮忙让我不要伤得那么重？有吗？还是我的佛牌帮我的忙，让我不至于再摔下去死掉。如果是你们有帮忙的话，打叉；如果是佛牌的话，不要动。自从带了画佛牌家的佛牌之后，我考试都考100分了，从火灾现场掉下来都没有死哦。很棒吧。